啊，汽油桶空了，啊，我去了了，好吧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回车库了，把罚单缴一缴，各位罚单缴完啦，耶！卖火，我这几根牙起来，牙控车起来。哪天哦，如果我们有遇到一个觉得还不错的女生，先去努力做矿工，得到一个钻石戒指，30颗钻石可以换一颗戒指。然后呢，你就说 ：“Hello， 宝贝，今天我想要给你一个 surprise。”哎，就用束带给她绑起来。她说：“你要干嘛？”我要演戏，我要演戏。假设这根柱子是你喜欢的那个，宝贝，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。你心里的就说：“哎，什么什么惊喜呢？”你不要问。把你的双手交给我，这么神秘，在干嘛呢？不用管那么多了，相信我就对了。于是呢，你就站了起来，就把它上束带，然后把它套上纸袋，就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乖乖的坐在我的后座就对了。”就把它抓走，把它抓走，抓走之后带它去这里，对不对？寒月楼，我们昨天有去嘛？那边还有一个小舞台，吉他给它给它出来，过来切这边，信不信 ？Perfect， 又有戒指，又有情歌，又有东西吃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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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呢，今天呢就是要来捡垃圾环岛。那我现在呢先锁定好一个地点，不可能完全每个垃圾桶都找得到，啊，我们翻过就不再找。我们先从海边开始好了，绕一圈好吧，看看可以捡到什么。留言一次看不到，留言五次就看得到啦，啊，帮忙分享各大社团。哎，没有送发财金啊，就从这边开始了。我先看看加油一下，我现在有人家36%哦，熄火并下车加油。来，我按一开始加油。哦，他现在变这样子了，加一个油要多少钱呢？我看看，哦，100多块呢，很贵呢，188,193，250左右，哎，好贵哦。好，开始我们的环岛翻垃圾。哎呦，新豪宅。这间叫909，哎，我来看看哦，新豪宅，哇，感觉里面很高级哎，还有游泳池，里面还有灶咖呢。哎，对了，讲到这个，我们还有撬锁工具还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里，哇哦，里面还有浴室哎，这么厉害，好，看来这边都没垃圾，不行哎，这边不能，哎呦，我要养成良好市民的习惯了。你要不要去秋名山啊？这里有秋名山哦，这么厉害，这里有秋名山哦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农村，哎，农村度假村，你往北部走就会看到的。好的，哎呦，那我们可以去秋名山捡垃圾了，太棒了！这边有两个垃圾桶，哎，这台要怎么拓海？填海吧，啊，第一个又是空瓶、肮脏面包、纸袋耶。那这个小镇这边，我觉得也是要去看一下。刚进来就一个了，第六个会捡到什么之类的？空的，还有空的哦。嗯，这里居然没有那么多垃圾桶，我以为这条会有很多垃圾桶。哎，这边有，埋藏在这边这么隐居角落的，一定会有个好宝物。哎，又是空的，这一定是刚刚那个垃圾员有要把它收走了。这里都有在卖呢，这个一间要多少钱啊？50万哦，这么贵哦。好贵哦！哎，我真的觉得应该要捡到钱啊，这样子才会有乐趣啊。啊，这边都没有什么，我们就可以一直跑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不可能内陆也捡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就是先捡外陆的。我跟你讲，玩 RP 就是一种体验人生啊。如果你要觉得说要比较有刺激性的，那就是要去玩线上啊，打打杀杀，啊，就是要这样子。哎，这也是一种体验啊，没办法嘛。对不对？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刺激的嘛，就像你听一首歌啊，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副歌嘛，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高潮，一直高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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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久了，你也累了，是不是？欸，我好像看到秋名山了耶，我好像看到秋名山了耶，就在旁边啊，这里我看一下，这边应该会有垃圾桶吧？对，我们等一下上去秋名山看一下，这个都没有那种垃圾桶，哇，哦，好高哦，原来这里也有秋名山哦。哇，他那边有一条桥可以连上去哦。可是我不觉得里面的那个垃圾桶可以捡，欸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会不会捡到枪哦？唔知道，真的太像啊，就是啊，那个就是啊。我现在有啊，有也太耗油了吧？欸，如果我们在秋名山够练怎么办？这边有一个肮脏面包，两个肮脏水，警察依旧4个人。好了，没了，感觉要捡到好东西真的有点困难。他们说现在油耗变很高，哎，我过头了，我从这边绕好了。哦，从这边哦，
欸，他这个桥跟我们之前玩红恶魔的桥好像不太一样欸，还是是一样的啊？好像一样哦，好像啊，一样一样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秋明的山，感谢各位对秋明山 MOD 的支持。秋明山是免费的，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地下载安装。来看麦，来看麦。秋明山，讲就讲，秋明山啦，秋明山。我们看看，印证看看上面的垃圾桶能不能捡。这边没有垃圾桶啊，这边没有垃圾桶哎、欸，没有。要上山了，对对对，这走上走跳这条吧。啊，那边有三个垃圾桶。拍谁？我看这个可不可以捡？这个如果可以捡就厉害了。哇，可以捡哎、欸，厉害了，又是空瓶。哇，面包，哇，都是面包啊，都没有好东西哦，所以我要靠左边哦，这样好不习惯哦，反正也没人啊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不会在这边没有油就好笑了，等一下叫那个工程来载了，这边应该都没垃圾，只有前面那边有垃圾而已，一定会没有，我有油桶啊，我身上有油桶，这个应该不会有加油站哦，只是我们这个跑完应该又跑回去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很像在跑秋明山了，对不对？有人吗？我觉得不会耶，谁会 无缘无故跑来深山呢？这个就要带女生来啊！哦，这还可以上去哦。再往前是天目山哦，有你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垃圾。哎、欸，这样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有了这个新地图啊，如果说他也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任务点啊，就例如像收垃圾的，可以把它设来这个地图上面啊。这样子其实就还不错啊，只是现在收垃圾的工作又收起来了，不然你看就可以你大家就可以来到新的地图，然后有不同的交流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哎、欸。好、哦，那或者是说修干的啊，来这边修啊，这个我觉得都还不错呢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都还不错啊，这样子才不会变成加了这个模组，结果也是空城。哎呦，这个偏偏禁止的，我们就要进来看一下。啊，没有路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最适合镇来镇，不是，然后来这边跑货也可以啊，哦、就是跑货品啊，你要来上山载货啊，载、啊、豆腐啦，对不对？出个豆腐工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开着 A186。不过你看，你们看，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停下来看旁边的山呢、欸？我们找一个更高的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下面的山景了。你们看哦，光这边就可以让你看了。你看这边，我们停一下，这不知道可不可以走下去呢？哎呦，我会怕，等一下下去就惨了，快没有了，没关系，我就会摔死哎、欸，我会怕。蛮漂亮的哈、哦，对啊，哎呦，这边有一个小路了，红的。哇哦哇哦，这边是这边可以堪称是一个无人秘境呢，无人秘境呢哈、哦。你在这边做坏事，或者这边设一个毒品点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边设一个毒品点，让那种好像隐居深山之内，然后来这边交易毒品，这样感觉蛮棒的，比设在这个大麻田那个好多了。对，这个点应该拿来放在这边啊，然后警察就可以来这边。追气，来一个三道警察与毒贩的追气，是不是？这都还不错啊。那没地方躲啊，就冲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学会漂移啊！哦、我怎么甩啦、啊？我这逮的不会用甩尾的那个参数啊，怎么甩啊？但我恰判也是啊。各位，你看，所谓高处不胜寒啊。下着雨又寒冷，然后如果你里面有再一个人，就说来。想哭就到我的怀里哭，这样下坡了啦，下坡了，我看看可不可以利用下坡滑下去。哎、欸，这里都没有垃圾可以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下去吗？这里是什么啊？小镇哦。还记得多年前站在火车站，看着自己的悲剧演完。这里如果你车坏了，叫修车工来，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来。哎、欸，前面好像有垃圾桶，不行了，我的车没有了。啊，汽油桶空了！啊，我去尿尿好不好？我这汽油桶是空的哦，怎么办？